我要花，没有花，没有花，哼，倒是有果实啊，没有花了。 有17个、18个、19个，够了，够了，6个应该够了，然后再把它换一下。 那边嘛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一堆东西喷在那边，就是我的东西啊，在前方，我各种掉道具啊，所以我最好打一些药草，回去备用着。 就这个，这也是。哦，瞬间物品还满了。 哦，躲过了。 哎，干！喂，可以，拿到了一把钥匙。啊，这把钥匙能干嘛呢？不知道，往前走。使用，使用。 还是没有道具。开启。这个，你是谁啊？剑打开，那我们是能不能打倒恶魔骑士？啊，是，就是我。 看来是一个喜欢被 SM 的大叔，在你眼前就是那传说中的子孙姓姜哦，看好像把他砍死了怎么办？看好像把他砍死哦，啊哒哒哒哒哒！哎，哇，格挡哎，看来是没有用。 好吧，我们来飞吧，双飞。
哦，这就是你们的城镇啊。最强传说的遗址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所需要铁就大量蕴藏在我之前所在地点多姆多拉的沙漠之中。我想起来了啊，铁剑。我小了干。他刚才讲说有铁这东西，然后就想起来啊，因为有铁剑有大铁锤，屁呀！这么会想哦，但我怎么不知道？哦，他说有一个金字塔，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啊。他都没穿，防御率很高吗？其实应该不会啦，但就是不能砍 NPC 而已。我刚才好想砍 NPC 哦。好啦，就去金字塔了，喷火石像。好了。好，我就带两尊喷火石像回来。好，没问题，简单简单，我最会了，根本就是盗墓者啊！干，他要干嘛？哦，多姆多姆到达那边就是同一个地方嘛。好好好好好，走开走开走开。那什么？要大铁锤哦！哦，所以要先大铁锤才能喷火石像。干，幸好没有白跑一趟。然后我先要做什么？我先要做一个叫做什么的？我要先做个。干，我刚才做什么？药草了，对。还有美奇美拉，我要做一个。哎。然后他刚才说可以做那个，玻璃，然后大铁锤需要铁锤块，那铁锤块需要啊铁锤块嘞，那没有铁锤块啊，难不成又要新的东西哦？哎、欸，铁锤块，我这铜锤块没有铁锤块啊！啊，要先去挖那个啦，要先去挖铁，他才会想起来铁锤块的制作方式啊，所以就先去吧。哎呀，我的装备剑快坏掉了，但是我有铜剑，然后棒子没关系，不理他，装备也快坏掉了啊，不管他，不管他。重点是我好像没有回复药嘞。欸、六个六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够够够够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去他说的金字塔吧。哇！可以隔空切这个，太帅了！又要晚上了，什么都看不到了 ，fuck！ 哦，金字塔看到了，前面前面。哎、欸，
撞我嘞！哎呦，火球之术！金字塔前面没有道路，要绕到那边去。哇！这可以直接过去吧？看一下。对，这可以过去。涉水而过。哦，干！太强了吧！哎！那种东西来那么多只，我受不了。我大家看好了。哦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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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可以，我有黑暗灵魂的经验，太简单了。看我的神怀臂！哎，不行不行，太多只了。哦，有有有，掉铁块了！这只好强哦，就是这个木门园艺小铲，能连同地面挖起来，就这个啊，就这个啦，这应该就是会挖东西啦。剑挂壁300分哦，铠甲装饰拉霸昏。你不要跟我说打这个打铁块哦，干我会疯掉，太强了。哎，铁块应该可以用挖的吧？哎，我就等早上再打好了，受不了受不了。哦，有人呢，三个人，好多人哦，这里都好多人。干，就这两个石像把他带走。哦，啊，我懂，我懂，原来是大家信仰的地方哦。干，干，好像盗墓者哦。好硬哦！那我拔地板，我先把地板拔走好了。好好。哦，我先拔地板就好。不要喷我，不要喷我，先把这个火炉拔走。好，等我等我制作完，我再回来拔你们。好好，先回家。他要找到 Q 在这里嘛，就是这个嘛。好，等下再过来啦，等下再过来。先出去再说。天亮啦，我把它干，我先干这几个。哎！干
断掉补品，太难了吧！哇，铁啊，大哥啊，铁在这里，这是铁吧？这应该是铁吧？看一下是不是铁。哦，是富沙大理石哦。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掉铁头块，要想起来了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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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果然在这里啊！哎，好多只，好多只蝎子哦，而且超痛。哎，干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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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很痛，很痛。走开！干！哦，我的大木锤！等一下，还有大木锤吗？哎呦，还有一根，还有一根。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不要闹我！原来这就是一个矿山欸，安安啊，你也是工具人，我觉得你也是工具人。没关系，在座的大家都是工具人。没有啦，其实你要知道，在大学要当一个工具人，其实是需要点机缘巧合啦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工具人的本钱的。工具人第一点，你要长得欠当工具人欸。第二个是你要有机车，第三个是你旁边要有妹子，这是前工具人的三个条件之一，欸，然后是缺一不可，如果你少了一个任何条件就无法触发。应该这里吧，再打一层好了，应该不会掉下去吧。但我觉得木锤快坏了。好，木锤快坏了，把它弄坏好了，弄坏就回家了，应该快极限了。你就不是了，哎呦，那不错啊。好了，回家。好的啊，再来呢，我看一下。先去干嘛啊？先去那个药草弄一弄。这就是药草了哦，不好使，没事没事，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。没事没事，莫急莫慌莫害怕。喂，道具屋里的道具屋，沙阶梯，沙，干，快满了，把这蛋放掉啊！这个垃圾，不能丢弃吗？我想要丢弃它，应该可以吧？看一下，
然后可以丢气。哇，丢到哪去？干，丢到这里。哎，好歹丢好一点好不好？看，走开，不要阻挡我，走开。碎啦！把那个贴丢。世界地图啊！不要不要不要乱丢，不要乱丢。这游戏完全单机就没买了，就是单机才好玩呐、啊！我说真的啦，有时候游戏就是要玩一下单机啊。我个人是蛮喜欢单机游戏的。我要干嘛？我要盖锤子，我想起来了，干锤子用完了，锤子。园艺小铲我来做一下好了，这只要一个就可以做了。实践大木锤，我要先做几根来用用，这个最重要了，多做几根备用起来。然后我现在要做铁块嘛，啊看，不不，我没有用，我没有用。小麦，哦，不用理他，不用理他。看一下装备的地方，还够还够。这衣服已经没屁用了，坏掉了。不管他，铁加煤炭就可以做了，干。然后我要做的是大铁锤。再做一根，应该是不用那么多根了、啊，不过没关系，铁剑也做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出发去偷东西咯。哎，这样好像有一个衣服可以做、欸，这个铁制铠甲，还有铁盾，铺地石。编出建出来的不开实况，别人就看不到。对啊，所以才要实况啊，你懂吗？所以才要实况、啊，重点就是才要实况啊。为什么要玩这游戏？就是要实况啊。铁盾我来做看好了。所以单机买来就是要实况啊。装备，干满出来了，这可以把它丢弃吧？干就丢在这边，乱丢垃圾、欸，不管它了，不管它。干我要丢到外面去，烦。你的是 PSV 实况不了、啊、，PSV 可以实况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比较麻烦，哎、欸、，PSV 要实况比较麻烦，我这个 PS4 实况，哎、欸、喂。小金，你可以跑进来，为什么？看 ，PSV 可以实况，我这个 PS4 也是可以实况，用那个截取卡就可以实况了。装备，丢弃，装备，实践装备，然后这把剑就不要了，垃圾剑。装备的这个留着嘛，留这个可以装备。好，然后先睡一觉再出去好了。我感觉不应该吃药草，浪费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草席嘞，这家伙没地方睡，好可怜哦。干，啊，他是不睡吧？那我自己睡。虽然要改机啊，但是我是觉得改机还 OK 啦。又在做梦了。哎呦！哎，但
女的看起来很 bitch 耶，忘掉世界奔黑暗吞噬那种讨厌的事。这只是自欺欺人，他一直说我们世界毁灭了，其实我们的爱自然也会到了尽头。攻杀小，你一定有办法解决的，因为你是传说中勇者的后代嘛。啊你嘞，啊你嘞，哇挂掉了。哇，这他妈好像坏人哦，这个家伙。暗之龙张开双翼时，继承罗德之血统，将现身化为照亮黑暗的之光。哎呦，这是我主头符，可以跟不是你的口头禅。在攻杀小，请把光明赐予将化身为古老传说中勇者的甘霖老，不不不，工具人吧？我知道，那一定是工具人，我知道。出发！干，又是蛋，为什么蛋要跑进来了？我该不丢出去了？我去，看我把它塞进去干嘛？删除，欸，可以删除欸，干，不用了，出发出发。拆，我要拆别人家了，来来来，专门拆别人家来了，狼牙棒。准备 OK， 走开走开走开！可以丢掉了吧？这个快木棒，干最烂。你是不是把蛋拿去做料理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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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才不要煮，我不要拿来做料理耶，不用料理，别人会帮我做，我不用做料理。嘿，是的，这款游戏叫做勇者斗龙创世小玩家，哎呀，不是拿来创造料理的，料理是带给人们幸福的，所以呢这份幸福我就交给其他人去替我创造就好了，我不用来创造，不需要不需要。跋山涉水，同类相残的感觉。干，为什么是同类相残？你是用蛋来比喻什么东西吗？不是很懂啊。我知道，我懂，我懂。男人都有两颗蛋蛋，对不对？原来是指这个意思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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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欠拆欠拆！嘿，我干！生气了，生气了！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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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！拜拜，拜拜，慢走不送。果然是邪教，还变身成怪物，邪教，邪教。超爽！钢之守护，好的。不用担心啊，有你创造物品能力，我的头脑就像麦尔基德的鹿啊，复兴麦尔基德以及打倒支配这个地区的怪物老大都不是梦想。好的，这家伙越来越邪恶了，我发现。看这家伙就是混乱邪恶啊！
钢之钢钢蟹鸡三小。哎，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变态变态的感觉、啊？这直接拿来盖，对不对？盖外面了。看一下哦，盖哪里好呢？我看看，盖这里好了。两只放一起的，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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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壮观啊！我懂，我懂。哇，这个好硬哦，应该放底下吧？干，这不是很美观。等一下，看，变态是我的错觉？不不不不不不，是你们诱导我去这样想的，是你们的错，你们的错。哎、欸，有有有有有，干！好的，有有有，这样壮观吧？不错不错，嘿嘿嘿嘿。超级机器人大战的祭典哦，原来如此。打架打架，来来来，我准备好了。好的，我走到门口。怪物从那边来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喷火在这里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啊，你群白痴！哎、欸，我的喷火在这里，要走这里，走这里！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对！哎、欸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！喷火！盖好烂哦、喔！哎、欸、哎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干！妈的 ，AI 真太低了！哎、欸，这喷火超烂的，我他妈连个盖地吃就好了！干！反正他们又打不坏，对不对？我们地吃就好了，干地吃强多了。哎，用地支就好了，干地支无敌耶！哎，干干干干干干！哎哎哎哎，这是谁写的物理碰撞？干，白痴哎！干丧尸哦，还是什么末日之战哦？还叠起来嘞！干这谁写的物理碰撞？破了破了破了，干！看来还是会破掉嘛，干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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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石像有跟没有一样哎！干喷我干嘛？白痴哦！哎、欸，
我拆了自己盖的石像，还要喷我自己，什么东西啊？不能再让那些怪物嚣张了，我觉得应该用更强的武器。好好好，可以收容武器的房间，在服饰、服装室设置铠甲装饰和剑挂臂，就能形成武器库了。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先睡觉好不好？累了。哎，干！不要妨碍我睡觉。妈的！出来，我要盖房子。睡觉，睡觉。这是第一章欸，干，这只是第一章，你知道这游戏有多久了？物超所值啊！应该今天把今天预定就是把第一章玩完吧，第一章应该快结束了，应该啦，应该啦，应该而已啦，我只能说应该而已。存个档，你看麦德三小蛙哥第一章，麦尔基德篇零一。哎，宕机了！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我按到暂停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莫惊莫慌莫害怕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来，神铁炉及铁粘的终极火炉，有了这座火炉，就可以将钢加工成强力的武器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神铁炉就盖这个啦，这是奥尔哈钢干。我觉得勇者斗龙系列最喜欢玩什么奥尔哈钢了，干。奥尔哈钢，奥尔哈钢，这个神铁炉要火铁炉级，这个，然后铁头块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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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铁头块主要是这一个嘛，然后再把这个拆了，然后再把它拿去盖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错不错，哇，有完成的，这个锁都可以盖了，太厉害了，神铁炉。啊，你人，你人呢？你人呢？盖好了，我盖好了，跟我讲话啊，狼嘞！啊，底下底下，你之前去过大木锤里深处那座毁坏要塞吗？还没，还没。哦，好好好，然后呢，在哪里？煤炭五个，还不错嘛。哎，先做这两个嘛，他说要做这两个，一个剑臂挂饰跟铠甲挂饰，然后好像还可以做更强的武器，看一下。那更强武器就铁剑而已啊，那不好削啊，干！你都可以变钢而已，好不好？八七，我先做出钢头块再说好了。八要八个是不是？但为什么是八个？这种不是整数的东西啊，奇怪。钢铁剑，然后钢铠甲。钢铁盾牌、钢铠甲，我
我懂，栅栏。看一下要怎么做呢？看一下，钢铁剑一个就可以抽了，哇，这么便宜，修啦！来嘞，钢铁盾牌，可以。好，完成了。这样的话就装备起来。钢铁开钢铁剑这把哦，哇，那看起来好强哦。木棒替换一下。白痴哦，等一下，卸替装备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干嘛？他好像要说要干三下来的啊！有，讲话。他说要找那个人，是不是？我忘记了。武器库，都忘记了。没事。来，把它挂上去。这个先讲话。你闭嘴啊，洛西，就是你啦。瞭望台。好，瞭望台是吧？没问题，我最会盖了，我就盖在城镇中心好了。这里如何？邓楼哎，来，邓楼哎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操！要藤蔓，要十字阶梯，又要篝火，为什么篝火？篝山小篝火，藤蔓要四个。干很智障哎、欸，这个家伙，应该说这个还蛮智障的。好吧，就盖起来吧，看一下，先准备29个土，再加藤蔓，再加篝火，再加啊不 ，OK， 藤蔓哦，看到没有？藤蔓我有两个，不够干，去拔一下，第一关有。第一关在这里有藤蔓，这个藤蔓，好的，用来给敌人爬啦，干，烂射击，哎，我怎么敲不到？干，没道理，我比较矮啊。哎，都，第三个，感谢你的追随，谢谢。看一下，这个是要放在这里吧，然后我就可以打到上面了，碎啦。好的，回家。然后现在要先把那土块清一清吧，干，应该说要随身带点土块啊。这99个都爆炸了呢。大理石留着，土块留放进去没关系。这是大理石哦，它一般的土块没了吗？粘土，青菜啦，那土块都在打好了，不重要。先去把它挂上去再说。这个真的智障哎、欸！没办法开门，干！破洞啦！等一下，看这上不去，这超智障哎！好吧，这样上得去了吧？可以。然后都挂上这两个，这个放在角角。
后墙壁挂在上面。好，好，完成。OK，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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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出来，跳出来了。道士怎样？干我屁事哦！能不能守住干我屁事？好了好了，用不到你了，用不到你了。瞭望台要29个图，十字阶梯4个篝火。先打29个图来再说。装备。好的，然后。篝火，你记得我打几个回来吗？一个，然后他说还要一个嘛，对，阶梯要4个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篝火、阶梯，然后藤蔓，再加地板 ，OK， 可以盖，可以盖了。全能住宅改造王，我最会了，这个是。看一下，这是1、2、3、4×4=16个，16个乘再加9个，16+9=23，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 ，OK， 我会盖了。它的盖法就是这样盖，简单简单。然后。这个放在藤蔓放在上面，哦，放在这里哦，哦，来干，然后这里盖阶梯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然后这里放土块。掉下来了！然后这里可以塞一个吗？为什么不行啊？这个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它的方向吗？哎呦，跳盖！原来要跳盖啊！我懂，我懂。你有技术，我有技术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等一下，干，原来是这样的，没事，他好像只要一个阶梯在这边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打掉，是吧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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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了。然后这边放一个篝火，然后藤蔓再塞在这里，干，最好塞得到哦。最好塞得到哦。干，哎呦，有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原来是这样的、我懂，要边爬边盖。
马上逃跑，干！原来瞭望台是来逃跑的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干我屁事！这瞭望台爬好慢哦、喔，哎、欸，超级智障的。算了，不理他。洛西那家伙要对你说什么？就你们两个最合不来啦，干。嗯，好好好，喷火石将达建成的强力防壁了。如果有本人策划的钢之守护，应该就更能稳固这个城堡了。好，要放在西侧没关系，就算要先打坏之前的防壁也没关系。好好，钢之大门哦，有想到了。叮叮，哇，500分呢，好屌哦！哇，哎，这城门超强哎。西边在哪里？看一下，西边是 W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西边在这里，扣扣大，干脆要把这拆掉就对了。啊！我先睡觉啊，明天再盖。感觉就很麻烦欸，这费一个浩大的工程。这样的话，我先去拿些土来好了。需要很多的土，很多的土。西边哦，西边就是我吃饭时手拿碗的那一个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左撇子，所以是那个是错的，嗯，你们拿碗的那一手是右撇子啊，我是左撇子，所以说是吃饭时拿汤匙跟筷子那只手啊，是的，西边就是这里嘛，好的。你说把这城墙全部拆掉，干不是吧？好吧，拆掉，拆掉，拆掉。哎，对，然后他说盖在西边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看，啊啊啊！啊，饿了饿了，来吃，来吃。干，工具人也会饿，工具人是没有时间饿的。好的，啊，有人帮我做食物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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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这也可以吃。他说怎么盖？我看一下。我城门盖在这里好了。这样子好了，嗯，好，看，碍事，好 ，OK， 然后看一下哈，哇。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啊！
麻烦。看一下，要78个石墙，也就是要78个土块，再加10个栅栏。挂壁火把我有了，喷火石墙我有，捐资地板我也有。重点是栅栏10个跟钢铁地板，栅栏10个跟钢铁地板。做食物的是工具人的工具人，不错不错，栅栏就这个，这要钢筹块是不是啊？钢筹块，钢制大门，还有染料嘞，干，那为什么染料？我不是很懂。用涂颜色啊，其实是没必要涂颜色的、啊。然后他说什么？还要栅栏，我应该有吧？我看一下。栅栏我有。栅栏我没有我没有栅栏，马上拿出来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荷包蛋把它吃了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栅栏我没有啊，栅栏要钢筹块。铁筹块，钢筹块。然后栅栏就可以做。好的，这样只有5个，他还是做5个不是吗 ？Fuck， 为什么做5个？我刚不是按了2次吗？啊，有在这里，10个，有，干我为什么跑进去了？奇怪，好，可以开始造城墙了。首先，先放下大门。嘿，好的。然后先把那两只石像给拆了，看。然后把这个给吃了。虽然我饱和度已经满了，不过没差，爽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。把它上色，然后剩下的应该是盖。上色。还要再盖一层哦。哦，好吧，看一下。OK。这可以一定要盖在地上吗？我想要底下放2个，不行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知道可以啦。他一定会允许我放的。可以啦，应该可以吧？不要烧我，白痴哦！我在盖城墙，不要烧我。不对不对。真的是。